姨，大家好！今天我带了一个新的耳环给你们拍视频，非常喜欢的一个豹纹耳环。今天这期视频呢，分为两个 part， 阿优物送你们的 PR 礼盒开箱，期不期待？我们呢，先从迟到了非常久的爱用物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安利给你们了。第一个呢是菲利菲拉，这是我第一次用到掉渣还在用的睫毛膏。这支是旧的，这支是新的。大家呢都知道我睫毛真的是跟没有一样。我之前去种睫毛，然后睫毛师问我说：“睫毛是不是剪过呀？”我真的是落泪了。我买的这两支呢都是纤维卷翘款，很多睫毛膏刷上去之后要么变长要么变浓密，但是这支它是两个效果全都有。刷的时候呢不需要任何高超的技术，也能让你的睫毛变浓变长变成睫毛精，总之是一款让我觉得非常好的睫毛膏。持久呢也是一整天完全都不会塌掉，就跟说你敷了胶水一样持久。但是我必须要吐槽的是，它真的是太难卸了。我每次用曼丹眼唇卸敷完之后还是卸不干净，得用棉签一根的去擦。果然持久跟好卸是不能兼得的。为了把它卸得非常干净呢，我昨天还去买了这个 Kiss Me 的睫毛膏快速卸妆液。晚上的话我会试试好不好用，如果说好用的话我会安利给你们。因为其实睫毛卸不干净的话呢，很容易导致色素沉淀，让你的黑眼圈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是最近特别火的雅诗兰黛遮瑕乳，是他们家的新品。我买它来呢是为了遮下我的顽固黑眼圈，买的色号呢是比较暗的 2W，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质地的话呢其实跟乳液很像，是那种绵密的感觉，而且手纹里面是没有卡粉的。遮黑眼圈是真的在线的，像我拍在眼下嘛，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都没有卡粉。效果跟质地呢这两个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建议呢大家用在眼下这边的遮瑕呢不要太干了，不然的话呢你像你一说话这里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小细纹，你擦再贵的眼霜都拯救不回来。像这种深颜色的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遮痘印的，盖上去后呢再轻轻拍一个跟肤色差不多的遮瑕或者是粉底液就可以啦。接下来是书本，其实呢我毕业之后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平时的话也就会看一些杂志啊，或者是东野圭吾还有一些日本小说。但是呢为了汲取各种变美知识，丰富了专业知识，我呢就买了两本书，科学变美的100个基础，气质变美从不靠长相，光听这名字就知道呢非常的干货。这两本书呢我看完之后觉得自己需要进步的地方真的非常的多。它里面的内容呢就是打扮穿衣表情管理各方面都有，有的内容呢其实还蛮新的，可以说就是带你走上逆袭之路，成功迎娶高富帅，并且呢告诉我们女生不一定要瘦，但是一定要自信，像我们这种后天的美也是非常值得被宠爱的。所有的人就是我，希望你赶紧宠爱我一下好吗？点个赞。就好像说呢我的头发是假的，我的鼻子呢也是假的，但是呢我的美丽都是真的，你们也是真的哦。第四发带，最近呢我买了真的是超级多的发带，之前的 idol 视频里面也给你们 po 过，没有看过的自发点个赞。不然呢168呢真的很神奇，他让我买到了很多不到10块钱的发箍，不要告诉别人，感觉我的形象崩塌了。这两个珍珠的呢之前拍写真照给你们 po 过，然后发现评论里面还有挺多人喜欢的。它虽然才几块钱，但是它的质量不是那种很轻很廉价的珍珠，它是一大一小，因为我觉得叠戴起来比较好看，然后就把它叠戴起来了。戴上去呢就是这种比较仙比较绿茶，觉得自己的颜值都被它拉高了。要是戴这种去见男方家长，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是个小公主，感觉就还挺显白的，有没有，就显得特别的有气质。其实戴这种发箍还会做各种各样的造型，如果说你们想看的话呢可以下期拍给你们看。第五个是一个小米饮水机，哇，这个小米饮水机呢简直就是误入我的视频啊。作为一个美妆博主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呢，因为它真的是好用的，是我最近新入手的。其实呢我家有很多小米的东西，像小米家的空气清新剂，还有那个扫地机，连我们家电磁炉都是。小米记得打钱，它家的风格就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都是那种性冷淡的风格。热水温水凉白开都是可以自己选是几热的，那种早上醒来随时都可以喝温开水暖胃的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有时候要泡咖啡玫瑰花茶直接选75度就好了，但是呢他们家的水箱好像只能放那种矿泉水，所以我每次都会买那种 EL 的矿泉水，这样应该也会比较健康吧。像我买的好像是200多的，如果说你对生活比较有要求的话完全可以入手，可以提升生活中的幸福感。接下来是你们最期待的 PR 开箱啦，我本人也期待了好久，感谢各位品牌爸爸们的爱，还有各位小礼物的不离不弃，一直支持我，我才能够受到这么多爸爸的宠爱。首先出场的是格莱美跟芭比的联名礼盒，哇哦，真的好芭比哦。打开
就是芭比，真的是超级可爱的。里面呢还有亲手给我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哦。里面有白罐清洁面膜，很可爱的芭比发带，定妆喷雾，噔噔，想不想要啊？这个白罐清洁面膜呢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但很多欧美明星都是用他们家的。其实我自己也自费买过，我觉得超级好用。像里面呢有果酸、锁阳酸这两个成分，是可以清洁毛孔、清洁你的皮肤。我觉得油痘肌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还有一个呢是定妆喷雾，夏天的时候我们这种干皮真的非常需要定妆喷雾了，油皮也是可以的。我查了一下，这个价位应该是200多，评价也还蛮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抽两个宝宝，评分一下这个礼盒好不好呀？感谢格莱美。接下来呢，这个是你给我下去，你到底要干嘛？我想你那只臭猫。接下来呢是爱茉莉送给我的大礼盒，真的超级大。我收到的时候真的是开心死了，因为有超级多我之前非常想买但是一直不忍心下手的韩国彩妆、口红、眼影、气垫、防晒、精华全都有，基本上就是一套的彩妆。这真的是我见过最实在的大罐包裹了。最值得 pick 的是我们这个菲利菲拉的小滴管唇釉，就是这种很水润的质地，然后又很持久，上嘴是不显唇纹的。我之前还用这一套去拍了个写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家还有非常多的色号，全都是那种显白的，简直就是女人的本命，太懂我们了。我最喜欢的是他们送我的另外两盘眼影，噔噔噔，有没有很眼熟？这钻石切割面真的是太好看了，之前呢在某书上也是刷爆的。里面的眼影呢也是钻石切割面，特别的闪，法令法令的。这个礼盒呢我会抽四个宝宝送这个菲利菲拉的小滴管唇釉，还有这盘没有拆封的本灵本灵的眼影，菲利菲拉的方块眼影，这个呢之前在小某书也是很火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第三个呢是这个 Moscow， 这个呢是一个新兴的国货品牌，整体的包装呢就是走的我们中国的传统风。这个礼盒呢是游园惊梦系列的礼盒，有眼影、口红、腮红、眉笔，比较好看的颜色呢我就送给你们。我呢就随便试一个口红颜色给你们看吧。哇，这个红棕色太好看了，哇，这颜色我喜欢，就是特别显白的那种，有没有？其他这些我就全都不拆了，因为这些一份四个宝宝送出去，我呢会一人随机两个组合给你们尝尝鲜。感谢 Moscow 哦，这口红真的好好看，好显白，再臭美的话天都要黑了。第四个呢是这个 Ahava 礼盒，它呢是一个以色列的贵妇品牌，他们家的主要产品成分呢都是来源于死海，比较天然的那种。像这个黑金清洁面膜，我查了一下，它里面的膏体是黄金色的，就是钱的颜色呀，清洁的效果比较好，然后又比较温和，而且还是李佳琦推荐过的哦。还有这个精华水，我看了一下，它里面含有烟酰胺，应该可以说是补水、保湿、美白、平衡肌肤这几个功能全都是有的。像这个礼盒呢，我就一位宝宝二选一了，感谢阿哈法。第五个礼物呢，是我昨天才收到了，真的是太有趣了。这个礼物，将就是这个外卖，这外卖单子上面写了伊蒂之屋 Love， 没有错，这个是伊蒂之屋跟 Love 的联名。有没有一种打破二次元的感觉？这是他们家的火锅唇釉，鸭血红、微辣红、中辣红、麻辣红、番茄红，里面还有个辣腐的酸辣粉。你们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喜欢点什么辣呢？这个是辣腐的酸辣粉，晚上我就把它吃掉。这个是辣腐的全类，我真的超级喜欢吃辣腐的，这我打算跟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一起去吃辣腐，到时候会抛给你们看的。还有这个是一个菜单，热辣上唇，秀色可餐，这个是伊蒂珠断彩粉感唇釉，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今天的菜单就是这些口红，哇哦，这个很像自热火锅，有没有？现在我来打开我们的自热火锅啦。小卡片里面有5支口红，里面还放了辣椒哦，试试看。我拆了一个麻辣红2D306，哇哦，这个我喜欢，这个包装，这个颜色确实很麻辣，上嘴试一下哦。这 RD306 呢就是我嘴巴上的这个颜色，非常正的大红色，真的蛮好看的，而且是那种丝滑不显唇纹的，居然没有沾杯，我的天啊，强烈推荐你们入手伊蒂之屋的唇釉哦。非常开心收到 Love 跟伊蒂之屋的联名口红，还有 Love 送的券，我一定会好好去吃的。这个伊蒂之屋 Love 口红也会送小伙伴们，记得看评论哦。感谢伊蒂之屋，这颜色真的好好看，今天试到的口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最后一个呢是完美日记的周年礼盒，这次呢他们也换了一个全新的 logo， 这礼盒也是相当用心的，它还会发光哦。拉开下面呢是一个高光粉底液，还有口红。高光呢我就迫不及
待自用的。上脸呢是那种精致不显毛孔的，之前的 MOTE 好像也给你们剖过。口红呢是上嘴非常顺滑的天鹅绒丝绒唇釉，这个色号呢是 V01，看这个颜色好像还挺好看的，这颜色你们涂了一定会非常显白。抽一个宝宝呢送这个会发光的礼盒，感谢完美日记爸爸。以上的这些要送你们的礼物清单全部都在评论里面啦，你们可以点开去看一下，如果有想要的别忘了。今天的这期视频就这样啦，感谢你们今天看到了这里。今天这篇视频好像有点长，我都拍完视频了，波波还瘫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拜拜。